小小的结论就是，我觉得朱立伦主席应该要开除蔡正元的党籍，因为蔡正元在记者会当中公然说不分区的票要投给新党。对，我们这样讲，是不是应该开除蔡正元的党籍？这有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，我觉得朱立伦主席应该要开除蔡正元的党籍，因为蔡正元在记者会当中公然说不分区的票要投给新党。对，我们这样讲，是不是应该开除蔡正元的党籍？这有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，我觉得朱立伦主席应该要开除蔡正元的党籍，因为蔡正元在记者会当中公然说不分区的票要投给新党。对，我们这样讲，是不是应该开除蔡正元的党籍？